江志成的资产。江志成的资产当中，大家能看到啊，江志成的资产他是用什么样的控制的？江志成的资产，他是1986年出生的，他的护照号码是这个，他也是美国籍，他在境内外有现金资产合计超过了5000亿美元，约为4万亿人民币。控制资产的形式包括基金、股票、银行、信托、能源股份、科技股份、黄金期货、虚拟货币、房地产、海外公司控股、家族信托、离岸公司等等等等。这个大家可以查一查，这个非洲的南美的叫Standard Bank， 叫标准银行。标准银行是中国工商银行控股的70%。那么这个70%控股当中，它拿没拿回来利润？而且呢，标准银行既然是来自中国70%的这么一个控股公司，他投资了微信，他投资了阿里巴巴，投资了中国几大银行，那么他有什么样的权利能拿到中国人都拿不到的投资资源和渠道？为什么这外国人能拿到？我们纵观过去20-30年中国的金融上市市场的整个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，10几万亿的全部资产，10几万美金的资产只基本上都在非洲标准银行、Goldman Sachs、高盛还有 Blackstone， 在这几家银行买来买去，基本上是他们占了70-80%。那今天的中国的高科技股和金融股又在他们控制之下，那江志成又是什么关系？江志成的现在女友叫夏玉，代持有了数以千亿美元的资产，他这么年轻从哪来的？我们接下来往下看。所以说大家要记住的是，江志成的资产我们会接下来会去公布，我们会让大家看到这个资产的整个的来源、整个的细节和银行的存款信息。大家看到这个50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？5000亿美元是广东省一年的一半的 GDP， 就江家控制的，就上海银行、发银行以及很多的房地产，还有上海的什么这个绿地等等等等，这都是我们大家过去所不正知道的。而且海外的很多大公司都是通过了江家持有的这些家族基金、离岸公司等等等持有这些东西，这是简直是骇人听闻。